舔狗日记之再现一王四后，不服输的我又回来了。男人怎么会在一个地方失败两次呢？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呢还叫男人吗？哎呀，咱呢就是妹妹多。喂喂，妹妹哥，晚上好呀。啊，晚上好。哎呀，这个声音，好好好，好家伙。哎呀，有没有想我啊？超想你的啊。好久没有和你玩游戏了是吗？妹妹晚上好啊，今天我们五排好吗？五排？对呀、啊、五排，就我给你们介绍了一些特别好的小姐妹。彪彪，哎，没什么好介绍的。这都是谁呀？这都是非常优秀的新时代杰出女性啊，给大家介绍一起，在一起肯定会其乐融融，欢聚一堂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为什么不跟我双排？不是，我想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看是不是这样，为了这个世界幸福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，我跟你双排，那我们只能收获两份幸福。但如果我们要是五排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收分五份幸福和五份快乐。一匹。彪彪，我能玩摇辅助你吗？彪彪，我能玩摇辅助你吗？哥哥，我还有摇杆，你好不好吗？行啊，行啊。摇是我的。那个，向文，我摇贼强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信你。我就是想用摇跟着哥哥。那个，要不那个，我来一把。这要不我这来一首以选代班。哥哥啊，受不了了。为什么帮他抢不帮我抢呀？我这个人就是心软，他一说哥哥，我这是手这你没控制住，你懂我吧，妹妹？不是我给他抢，我也叫你哥哥呀。可最好了。你看这谁顶得住？好家伙啊！这那五楼妹妹能来个对抗路吗？五楼姐姐怎么用这个英雄啊？我很少有见着我妹妹玩典韦，玩狂铁。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粗呀？为什么不开麦呀、啊？五楼小姐姐，五楼妹妹好猛啊！不会今天五楼妹妹变身切换开了？我能穿这身婚纱嫁给你吗？这身婚纱也挺便宜吧，我记得皮肤66吧，好像是。你的婚纱那么便宜吗？有，你变了。没以前都说好的，你以前都说只跟我甜蜜双排，这现在这群人是谁？不是说跟我双排吗？那这你们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在一起玩游戏，难道不应该迸发出非常激烈的火花吗？反是挺激烈哈。但是我就只想跟哥哥双排，只想跟你玩。一加一它等于二，对吧？两个人的快乐和五个人的快乐，你选哪一个？